哎呀，安妮，我得有，这得有上下好几辈都没见着这个英雄了，还挺啥的。这英雄我上次见着还是在比赛的时候，有人拿出来的安妮，打了一把光头。这谁老发微信？打了当，打了当，讨厌。哥，市场太好了，全是小妹们微信。不是，大胡子。我有个朋友20多岁，长得跟40的似的，他胡子也不剃。他知道你这么说人家吗？哪有小妹儿，没有那女性朋友，几乎是没有啊。你看这个安妮的 ID， 妩媚女人方。啊，应该是个妹妹了啊。妩媚女人，你是阳光女孩。哎呦，没扣着啊！凋零，干啥呀这？下路杀兵。又来了，哎呀，干啥呀？咋的呢？哥，在上路打地铺凶谁呢？别干干了，哥，算了吧，行不行？这件事算了吧。这个狼人，这个干克呀，叫无效干克。完了，我的银马不走了，住这儿了。大地步了，哎呀我的天，他受不了了，就住这儿了，给我三顾茅庐了。啊，不对，我不是茅庐，真不走了，又来了。那我不能让他走吧，你觉得呢？那我不能让他走，那我能让他走。你这要招呗人家干啥？哎，你就别走啊，你就一辈子你也别走。我跟你说，今天谁走谁孙子，你不走啊，你就最好你是别走，你就跟我一直待。要是所有人还在的话，他都得去跟你互动。我跟你说，哎呦我的天，一会儿我疾跑都好了。干啥呀这啊？银马都走了，你还要杀我呀？我走，行了吧？我走，不给你打了，我走。这1-4了，我觉得我得控控温了，我得杀一次这个石头人。形势有点焦灼，焦灼，没事儿，等30分钟。乾坤未定，你我皆是牛马。这节奏太慢了，我要是有花你，我就把他打死。
1.5 来吧。还挺及时啊，完了情况不太乐观呢，你要吃馅儿啊，吃吧，给你一塔速度那也行，这么的吧，我把一塔完了我下去帮帮你吧，我上去吧。你干哈呀哥？好，这回能吗？你上来呀、啊！你别上来，我下去、嗯。我就是不想跟这个轮子妈待一块儿的。哦，那也行。那我去霍霍中路吧，我去帮帮小妹子。要死！这个狗头这个皮肤还挺时髦，这不行啊，快来个人，快我在，快来我马上把它勾引到，这还有闪现的妹妹，我怕你死，这不能死，我这勾引的，但刚才这波我立木了，放了他，你脚丫子都外面了，红城，我一听你这味儿也挺重的，我之前不那样似的，就今天一个我就直接血脉一觉醒，我虽然是味儿比较多，但是一般这个东北方言我其实不老说，哦，那你们就是在一起唠嗑或者干啥的时候你们不说吗？我比较少说呀，而且我觉得我这也还行啊，没有口，哎，你咋还比他低一级，喂，你恐惧他，我加死二幺零加死二，这狼人行啊，狼狗一家，嗯，狼人有眼力劲儿，他一下就看出来谁是有眼力劲干大事的人，对，应该是没问题，那个不是跟我应该是差不多的，就是可能他能比这个分段的人厉害点，但是不多厉害，他就解了，也就一般般吧，会点走位，一个还比较会玩的本地，车你不吃啊？嗯，没事，我不吃，我有三个眼就够使他的。那不对呀、啊，那你要是吃的话，我们俩一块儿吃。但是你不就 Q 不上那个层？快来！不行吧，好像不能挡了，我没有技能了。哎，可以吧，可以吧，勾引一手，勾引，哎，银马，那不行，那得走银马，银马，
你叫银马的时候，你不叫银马吗？走走走走。我觉得你刚才对我们主持对晚安好残忍。你们主持啊？这呀呀，这是有眼儿穷了，这不好像是有眼儿吧？没有眼儿，他应该就是没有眼儿。不过我确实是一米九，你多高啊？我照你少半个头吧。少半个头啊？那你一米七呀、啊？啥毛病？少半个头，你一米七吗？是。你这么高啊？这也不高，我假装你就站这里边，对，啊，这一波你直接回家啊！我建议直接回家。你咋把我给扔了？这确实没办法呀，这人有点太多了，他没个玩意儿。别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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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多了。我也没合计他能过来这些人，我以为他就过来个俩，我寻思我们二打二啥的绰绰有余的妇女。哎呦，有点狂了呀！是不是赛脸？就是，都什么脸？扛一楼来，哎，哎哎，好，好，怎么说？哎呦，我们这配合好。我大刚好，我大就多一秒 CD 都没有。哎呦天！我感觉这把我们横空悠悠的，我们真开心，今天真开心。发一波银马。银马。抓一波银马，我还要杀你，不太行吧？我开个皇冠我就撩，好撩！我感觉我们可以打大龙，来。我感觉也是，啥意思呢？不稀来？他们想换家。富户子，大龙这300块钱工资看不上这东西。我直接要后，要啊！我直接要后，来，来喽！先杀杰拉，小飞鹿来喽、嗯！对，就他，就他，刚才下路一老来我，哎，我这一个机宝杀个亚索还不太划算，哎呀，还有意外收获。哎呀呀呀！救救我呀！救救我！哎，后边后边后边！他们俩咋的？他俩又来打我！那这我们不翻了吗？那可没，这还没到30分钟呢，还这还提前亮，这才24分钟。这把我觉得拿下。呀好，好呀，我又上不去。我加死。哎，好变羊啊！那我上不去了呀。
快跑吧，快跑，不管轮着吗？没有蓝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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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枯不萎了。快走，我都跟你说别管轮着吗了，你说你老管他。这不是心善吗？这不是还是心太远野心吗？对，心太远，我心太远。来小龙啊！上十块钱。你有钱吗？你有钱分我点，好呀。我也想分你，对，但是很遗憾分不了。这咋的？这怎么着？啊，这没法上了呀！我怕他打你，到时候不敢上。这会我一眼，安妮怎么抢红呢？哎，把他杀了，好像杀不了。快跑，你先跑，我往右跑，你往左跑，好吧？我活了啊！那我也活了。安妮救了我一命。没事，这石头人打人不掉血，这玩具。我这个香炉对你有用吗？香炉有用。安妮儿怎么跑了？他不能跑啊！跟着你走。来中吧。先杀亚索。后面有人。这为人就杀你呀、啊！我管都管不了啊！我们家轮子妈上哪去了？这刚从家溜达着出来，那轮子妈咋没了呢？局势有点焦灼。焦灼吗？我觉得我们基地要爆了。哦，还好，还好，那还好。可以杀。在家，你好。别打我了，就有毛病，有点什么毛病，天天拿我祭天。没事，为人死了。你看那个轮子吗？在家里挂机，跟他都没有。一会儿我就高低给他洗一下。没事，我们俩已经无敌了。我喷他 Q， 我喷他 Q， 哎呦我喷他 Q， 这不得激情一点儿。六六六，我这还是个外国手。这波喷塔扣，下波咋办呢？哥错了，哥。来了，找一下家吧。还好现在也没大龙，也没小龙，能抓死吗？那边快来人了，他们那边应该在打那个远古龙，是不是？还没到呢，打完了，打完了，好啊！太大了。
快跑，快跑，还不跑？还轮着妈掏基地去了。轮着妈偷基地了，看能偷下来不？差不多。哎，有兵，有兵没人啊，我们死了。疲惫。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这咋整？这我们是不是？哎，人马为啥不推呢？他想玩一会儿。一波两波，演一波了吧？现在我们剩个主基地，他也剩个。嗯。交个大的。石头人没赢过，是不是石头人？基友是分奴，他也没赢过。基友啊，石头人！哎，那我直接去偷他们基地不就完了吗？偷偷偷偷偷偷！你们不讲武德。但得先守一下家呀。我清不了线，我得跟你去狼人自己狼人守。我们三打二不一定能打得过，算了，先守一守。行吧。那啥，你跟他守家，你别跟我走，我自己走，你跟他守家。好。你跟守家，我现在我就自己过去啊。小咪咪喵悄的，哎，对，远古龙附近应该有眼，他是看着你。看见了两个人，这咋整啊？别急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好，我来了！拿下，拿下，拿下，妹妹。我给他们上一个，我们打他们三个也赢了，打赢了是吧？那可以，是。哎呀，开心！哎，这个局打的才舒坦。这把赢了，不得庆祝一下啊？火热探路。